商办旅馆组得奖的是台北君悦大饭店，我们恭喜台北君悦大饭店。这个跨年烟火啊，哎，这个大家当然最好的位置一定要先找好，订房好。恭喜君悦饭店以及台北君悦大饭店，恭喜台北君悦大饭店再次获奖，金狮首奖。恭喜台北君悦大饭店获得本届金狮首奖。各位嘉宾晚安，台北君悦大饭店感到非常的荣幸，能够在这次国家建筑金奖在严格的评选下脱颖而出。这个奖项的获得对我们而言，在我们庆祝君悦饭店20周年庆之际呢，是弥足的珍贵。而这个奖项的获得呢，我想我们应该完全是归功于我们饭店每一个工作的同仁，因为他们对饭店服务业的执着跟付出。事实上，在过去几年来，我们一直持续不断地去进行我们的改装计划，强化我们的硬体设备，更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。那今年呢，我们台北君悦更以卓越重新出发 Excellence from the heart 是我们的一个服务精神的主轴，秉持着对提升饭店品牌价值的执着，我们坚持我们的承诺，期许台北君悦在未来的20年能够持续为国内外的消费大众提供最优质的服务，最具品味的舒适生活空间。最后在这里呢，我们也要恭喜今晚所有的得奖者，更要感谢各位对台北君悦长期以来的支持与爱护，各位的肯定造就了台北君悦的成功，谢谢各位。